日前 ，Angelababy 在山卡拍摄时尚大片曝光，三套 look 各展风情。上海街头简单的黑白色彩演绎了上海女人的优雅格调，黑色裙摆大衣质感十足，搭配白色衬衫加白色挎包，简单又经典。一顶黑色礼帽配上柔顺秀发，演绎浓浓女人味。而白底彩色印花长裙则活泼时髦，黄色的温暖色调让冬日更加明媚。配上红色链条发包，满满的娇俏可爱。最后一套则是温暖星星图案上衣配纱裙，纤细身材完美展现，配上甜美笑容，简直少女感十足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